伊买单去这饭店，因有提供，吼、哦、两，吼、哦、咱只有交两间酒店吼、哦、来做合作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农机构我都有讲过啊。啊，咱的行动不便哦，紧急需要安置的开源护理之家吼，哦，这啊，甲咱提供吼、哦，这个所在要吼，诶吼，即个咱的财务使用。啊，举办这个资源协力厂商的说明会，啊，最主要讲哦，啊，咱这个丰台期啦、汛期吼，也特别高啊。啊，特别呢，邀请到吼，咱交咱公所吼，啊，有来协定吼，啊，今年协定有39间。日常药品啦吼，啊，食的啦吼，啊，医疗机构，啊，甚至吼，啊，即个抢修的抢商等等呢，啊，30几间，啊，所以今日呐，啊，特别邀请因来吼，最主要甲因说明，啊，说明讲吼，啊，临时的时阵吼，啊，因需要做什么工课，啊，免啊交因联络，啊，免啊一时间吼，啊，因免啊会当迟到吼，啊，阮的需要，哦，所以这非常重要吼，啊，非常。除了今天要跟感謝以外，哦，阿妹也要跟訓練訓練講吼，啊，因扮演的角色是甚麼會，啊，所以非常感謝吼，啊，公家各部門的資源有限啦，啊，這種這個救災的工作呢，應該是公部門吼，啊，帶領著咱私部門的力量，啊，共同來打拼，哦，啊，來維護，啊，當然咱這種要災害，咱希望講吼。啊，卖来较好，但是呢，平常时咱嘛是做些准备，因应吼啊，这个真正来临的时阵吼，啊，咱会当吼啊，提供吼、啊、这灾民吼搁较好的诶，这个安心的所在，吼啊，救灾诶这个利益吼，诶、啊，讲啊，咱会当讲减轻吼，这损失上少的时阵吼，啊，所以今日两家人也非常感谢吼，啊，再甲咱做资源协定的这厂商。